开始。二分局交通队报告，在本辖9月6号2点06分，在台中市北区金武路双十路口发生一件 A2 交通事故，一车自小客行驶金武路由复兴路往一中街方向直行，二行人步行行走金武路由中心堂往金武路26号方向步行，致一车车头与二行人发生碰撞受伤，二行人受伤送中国医院治疗，目前没有生命危险。警方在此呼吁，行驶道路请遵守交通标志、标线、号志规则，行人请行走行人穿越道，勿饮酒驾车，注意安全。完了吗？